吧。我有铁，你们所都以一现包在，铁。我这边还有3个，六个铁，给我多做一好，个盾。那我拿，反正现在已经有打了一只了，嗯，好，再2只就好。又被杀了，你看，又被杀了。我觉得他们都被观众骗了。太好观了，众谢刚谢说观我众。被舍友回血，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我是谁。刚刚哦，真也的有哦，效果啦，只是我觉得是第一下会有痛。第一下太疼了，第一下对太疼。对对对对，打三不等一二。下，哎呦，你你往刚桌子才买，笑笑。你要玩什么？这叫什么生存？竞速。怎么说？对，生存竞赛，生存竞赛，比好，这分是数的，生比分数存。的。现在是二档分数最高，有20分。他们派派看啊，到没有？对，谁哇，杀你人？这我这么我多，挖到的，谢谢。哇，哇塞，超级多哎！铁王哎、欸，哇，铁大师！你这么 rock 啊你那我要，rock 起投来这个了。帽子了。好好好。这样，那那那那那，煤炭。我觉得他应该可以有个时间，有没有？就游戏进行了多少？因为他游戏的时间是倒数的，对，只有事对，件的那个倒数。应该有个正向的时间，进行了几分钟，这样就会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晚上。哎呀，那我觉得我们等下那些铁烧一烧，可以先去外面，反正重点是让繁星先打护工。对，先打一抓一下打，护工。反正扣血了嘛，没关系，我有钱，我有钱，等一下可以帮你补。不用啊，现在只有我扣血而已啊。对，我说等一下，哦，因为我有20块钱，二十块好，好，钱，看一下。可是软石可以多挖挖。哇，我们要黑曜石才行哎，因为我们要招 BOSS 的。啊，对耶，而且那个黑曜石。那还要黑眼曜石泪，对，只能用，然后眼泪是40块钱，所以我们要存四十块对，钱。有点贵。所以确实，我们这边感觉应该可以找个地方，对，往下挖，需要钻石运气。开找了，开找。加油，加油！哦，这是峡谷。看。那我们打怪的那些掉落物可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掉可落啊？吗？可以换对，钱是？有我们死先因等可下以换。捡那个值钱。现在我有二哦。十块，但等下繁星解了，繁星也会有钱，解这个值钱。对啊，哼。哎呦。这个金钱的分配也是很重要。没哎呦，分配。还是我跟繁星去外面就可以了。你们两个去外面吗？好对啊，啊，你先挖。好，我找一下框。我想一下哦。诶，反正他说不举盾，对，但是你可以有装备。对啊，可以。来，我帮你暖好了。好，哇，有了，有装来 备。来，那等一下，我先去黄队，他们999。好。呵，僵尸。这个是一个人吗？这里有人吗？哦，这个就是你吗？是我们要现在要解自己各队的任务，然后拿分数，是繁这样星，你的有游看到戏。我吗？你在旁边吗？没有，我在啊，巧克力旁边。啊，在旁边，在哪里？不是，不是，那个地上有一个影子一直飘，超恐怖的，我哎不知呦，道我到底回是来怎样。了！怎么了？没有有，我影看子一地板直上有一个飘，影子，然后一直飘。我在想说是不是有人，然后隐我看形不的到人的吗？bug 吗？没隐事没事，形那的。有可能是影公式。哦，好，好，有听到哭工的声音吗？没没有啊，有，刚刚就在这边，好恐怖好吧，哦！哦，那我先走。这里，你没有看到吗？哎、欸，什么什么什么？你 哪里？不知道啊，刚下面这边，什么？不见了，又不见了，就是人不是脚下会有一个影子吗？远远的，嗯，然后那个远远的影子就在那边一直哎、欸，这跑来跑去，蝙蝠啊，这蝙蝠啊，你有看到蝙蝠不吗？是，他没没那么笨吧？你有看到蝙蝠吗？有啊，没有，我哎、没欸，有看到蝙你是蝠。不是有材质包？哦，你材质包拔掉哦，抓！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反正我们走。哦，这个人他欺骗我们的感情，你他也害没有想说什么特别我们的。少打蝙两蝠只的哭内工，蝙蝠，分类，抱歉，蝙蝠哦，这地方有个影子在那边飞来飞去，好可怕！很可怕，蝙蝠，
挖掉挖掉那个啊那个神长岩，对对对对对，嗯，是蝙蝠。好了，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看我直接懂你啊，懂你落发际啊。哦哦哦，哪里？多了怎么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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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枯光会突然苦力怕突然不见了？哭！哦，那个哦，那是树爆，那是树爆。哦啊，你有捡到吓人型的，吓人型的，不太痛。我捡到一个石斧。我你玩，我刚紧张 Q 出去，我有一个。嗯，哎，你还有一把？嗯，太紧张了。随机，15% 随机喷。哎，小僵尸，小僵尸。嗯，我来。喂，静谧者，哦，这个很讨厌，这是超安静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这边被僵尸围殴了，很多吗？好好好，就再一只，哎，二档呗，哎，又一只小僵尸，又一只小僵尸，等一下，我们先解枯宫，僵尸先不管。白天了，有哇？有没有看到枯宫？没。小雨哦，你刚把我们带走了。对不起啦，我刚真的觉得很恐怖啊。都白天了，没有枯宫啊。小雨，小雨，对不起啦，我等下找还给你们啦。小雨，靠你的洞穴了，小雨。我这边有铁，有铁。不是啊，我希望你那个洞长骨头啊。我骨头，我骨头，我骨头。枯宫啊！啊你啊，那你有养狗吗？哎，地表有狗可以养哎。有啊，我养好了，不然怕你那个有没有？你养啊，就是给你养啊。你在哪里？怕最后狗狗一下把它咬死。268，狗狗剪尾刀。41，有我来了，我有那个繁星指南针。哎哎，我在你后面。来，狗呢？你前面啊。哎，狗狗，5根。喂喂。哎，哎，你赶紧苦力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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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苦力吧，苦力吧，狗狗，没事没事，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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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我有，给你，你不要给他吃死了，我要腐肉啊！太着急了，太着急了，哎，半颗星哎，半颗星哎，那我们先回小雨的洞吧，小雨的洞在哪？这里，我在这里，再直接往下，我这里，你回来，哎，这边有小小僵尸，恐怖，我。这里，人生的道路迷茫了一点。欸欸、我 是应该不要把那个小僵尸打死，把它围起来，然后等一下用水把它淹死，它就变那个。可以，对，这只是比较累一点。欸、不见了，对不起，小雨，你的洞不见了。洞什么？哎、欸，这繁星要不要去？2分钟内，你们干脆不卷入中央，他只要一个人而已。这干嘛的啊？就是这次的任务，不要到中间。还是我去。好好好，我听不懂。离中间很近，就它会吸到中间去。哦，跑开哈！不要被吸过去。对，要跑开，要跑开。好，好，我去了。对，我说好，你去。哎、欸，我的狗狗也来了！我要狗狗，我要狗狗，哇！送我跟杰克。好。啊！哇，杰克好会走，我。小雨是上来了，我没办法哎、欸，我上来了。好，你带我一下。狗狗上，狗狗去了，杰克，狗狗去了，杰克。上呀，狗狗！哇，杰克在打狗，杰克在打狗。哎，他怎么可以打狗？我找到你了，我找到洞了。哎，他把我的狗给打死了。我等下回去，我去装一桶水。找到了。哦，对，那边下去，等我一下。等一下，喂。喂，哎，去吧，杰克，到中间去。天，往下走。到中间去。喂，这里。好难哦，好难哦。你就等下上去。我等下去接巧克力。要我赢了。那我先下去。我赢了。对，这边只剩我了。但还要等到时间到。OK。谁叫他要打狗狗？快，杰克。喂。大家这不是卡，因为中间有个黑洞吸的。观众说怎么卡卡那个那个，因为有这个吸引力，非常的特别。小僵尸应该会淹死吧？会吧？不会，都不会淹死啊，它就变成城市。就对啊，它会变成小城市。哎呦，我回来了。我找一下你在哪。我分数也20分了。怎么了？繁星，那是你吗？没有，头上掉一只。
对对，我在这边晃。和僵尸下来。好好好。哎，找到洞吗？有啊，我在底下，你在哪里？悠悠，我来了，我来了。嘿。嗯。而且刚刚团团也是全套铁装了，所以要小心。哇，他们被僵尸杀死了，好羡慕哦。有僵尸。好好、哦。那这一只。嗯。收一下火把。有了！哇哇，70分！太扯了吧！祖先，哎、哦欸，我被他三叉戟戳爆了！你干嘛？你有盾牌？不是啊，我想说他在水里面，我慢慢揍他就好了。我看到你的头颅了，就在哪里？等，三叉戟耶！对啊，他拿三叉戟，你怎么这么强啊？他变小只之后，我怎么知道他那么强？哎、欸，不见了、欸！哦，你也干掉他了？对啊。狩猎队死。哇哇哇！就是他会知道一个人的坐标。还有、欸，所以他现在很 bad， 我们要小心、喔、哦。等一下。那个水桶还你。哇哦，好好。哦，我已经喷出来了。他看我，他现在看我。玩家曾经死亡过一回的象征，他这样无法为队伍带来存活分数。抱歉。他的名字是 Yui。去！先躺一下，先躺一下。没事。吓死我！我转头还是看到小雨。是我啦。那个沉思就交给小雨喽。还有几只啊？10只。10只，至少你有一只了。好。现在外面上面有铁，外面还是白天，都只有僵尸声，有哭公声就彼此告知一下。好，努力挖铁。哎呦，他们用补血了。要变了。补血补起来。多。没关系，我们慢慢省。人家补血是10块钱。有一点贵，我要变成色上来，小玉，不要再三叉戟了。没有，这个没有三叉戟。你正常 UHC 就用不出来这个，这个变三叉戟的几率多低啊？不是，它是小只的变成拿三叉戟的，然后这一只是变成树林，对、啊，就是、一般的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变成拿三叉戟的这几率哦，你说一般的吗？3%。就是你他变成之后，然后你打死他会这样。你干嘛每次运气这样子啊？我怎么知道？我操！有些食物哦，可以拿。我好像要去找钻石耶。哎、欸，对啊，我们还要找钻石，我们好累哦。好麻烦了。人生啊，任务好复杂。第一抽，说不定等一下抽就简单了。真的，咱们的主线这么快就完成了。哦，库里帕斯，没事。我附近有哭工的声音呢。那边有哭工吗？骷髅咔咔声。我来啦！同学们来我这，我来听啦。走。我还不晓得在哪里，可以努力的去挖。好。可以在这里听听。你有听出？没有。哇、红队哇全面哇我听到了打好背的好坏右边哦有我打我打我挖到是等我一下我打你不能举盾哦有我看到对你不能迟盾哦像挖来这边你会到、哦、我打他一下了好了好那你们两个你要小心哦！他快被弹死了。第二只。啊哈！再来一只。第二只了是不是？就差一只。死路。啾！和平，和平，坏人。我们和平。繁星有全套铁了吗？嗯。好。那我再。继续努力多挖挖。来，嗯，被杀被掠夺东西了。真的，东西。史莱姆啪啪声。嗯，我听到了，啪啪声。哦哟。青青
史莱姆感觉没什么用，青天使也是可以先收着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后续还有什么任务。对。哇。没有啊，找到史莱姆就有洞啊，找一下。好像在头上一点点。蜘蛛身。你看这二档找人还是很好找的、啊。真的。嗯。感觉找到了、欸。你找到了吗？嗯。好像在头上而已。嗯。哦。找到了。像有哭工的声音。有哭工吗？我看到字幕有。哎呦。加油，靠你们了。耶、yeah, 是我。白痴哦、喔。哇哦。可以吗？你会害我差点摔死。没有。小心小心，哎、欸、对啊，透明蜘蛛怎么了？没有没有，想说有没有需要补血。你要怎么淹他？哦对。加油。下去吧，哎、欸。好、哦、下去了，就靠你们完成了。狩猎突袭、啊、又来了、啊、又来了！啊，亏、啊、的！怎么了？我先走了。没事，他看不到我了。小心，你们两个。好了，没事了，没事了。那两个都是你们哈，蹲下一下。哎、欸，蹲。对对对对对对。哦，修起来的，为什么？什么火焰蜘蛛吗？小心哦、喔，那个打到你会被燃烧。火蜘蛛，好好，你兄弟，哎、欸，啊，你们那个有完成吗？那个？还没，还没。差一个，差一个，差一只，差一只。我说你们说有听到？我这里的铁已经尽量挖了，还有看到，等一下再去。对啊。你们是要不要变啊？这两只很久、欸，你还在变僵尸哦？对啊，找找哭哥，哎呦呦，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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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哦！干什么？哎、欸，你在干什么啦？不是，他们一变就往上浮哦。小玉，哎、欸，超多火蜘蛛的啦！超多的啊！我刚就是抬头，然后看到超多。看看哦，42块，我买我买。队伍补血，好、啊、好，我不晓得你们在干嘛，小雨。不是啊，他大只的去变成小只的，很恐怖哎。你就慢慢来，来让另一个小雨来帮你了。啊，没事没事，我快打死了，我打死了。另一个小雨来了、欸，另一个小雨，你来看这边，这边，你那个上面鹅卵石，你挖开看里面。超恐怖的啦！哦，哎、欸，有哭工，有哭工。对啊，有啊，只是那个火蜘蛛很恐怖。欸、火蜘蛛超恐怖的啦！前台不是有水桶吗？是可以让它变熄灭啊！哦，真的吗？而且一点一，哎、欸，有库里巴。我走。那我浇水浇出去一下。它重爆、哦，重爆、哦，会爆超大的洞、哦，爆超大的。哎、欸，但它爆很久啊，还有5秒。哎、欸。史莱姆一堆啪啪啪，差不多。求你，中包不见了，小心哦、喔。哎、欸，在哪？蜘蛛打死了。火蜘蛛打死了。还有一般的蜘蛛。还有一只。中包血好厚，要干掉干掉干掉。哦、啊！小雨、欸，你干嘛？你不要火蜘蛛，火蜘蛛，火蜘蛛是他爬进来的啦！就叫你就跟你讲，大小雨会处理你，小雨走开！小雨，你去玩这个任务，你去站在中间红地毯，你按接受，好，努力的站在中间红地毯哦，他会给你那个击退棒棒，把其他人打掉啊！哦，我现在在上面呢。对，中间有红地毯，你就一直站在那里。红地毯没看到。还没吧？等一下可能才有，他可能30秒后开始，30秒后开始。哦，有人来了。对。哦，有。蜈蚣不会不见了吧？嗯，好多人。头上蜘蛛。大小雨。哦，还是会。
大家都来了，大家都来了。啊，没有水桶 ？No。没关系，没关系，洗了，洗了，洗了。等一下我们再补。哎，小雨加油！哦，我在，我在努力。这个地层超小的啦，只有三乘三呢。有铁，有铁，有铁。我再做一些火把。哎，哎，困难，好困难，太混乱了，太混乱了。加油，小雨！现在是要打蓝色哦。音乐，音乐看到优先打。啊。嗯，哎呦，那这样哦，你就那主力看到云月一定要打哦。好，有再打。哎呦，不行，这个很混战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只是如果一堆人来中间，哎呦，右转右转，繁星这里有，繁星这里有。他是格斗家，你可以直接干掉他。没有出现哎。你任务再用一次看看，看有没有。要怎么用？就是点右键。有，使用木斧击倒三个蜘蛛，啊，三个蜘蛛没了，蜘蛛都没了，没关系没关系，等一下还是有机会，出去打，简单任务简单任务，好，先做个木斧，哦，我有，哇，小雨你，哇，你看凯子音乐，可恶，二打坏坏，小雨你有盾都不对，啊。有，对对对，给繁星盾，繁星可以有盾了。来，在哪？我在头上。头上。出来，你可以出来了。好，我来了。迅收杀死。来，给你。这是什么东西？迅收是什么？现在的繁星的血最多。对。所以繁星那个蜘蛛任务交给你好了。好啊，我木斧还留着。哎呦，好。那我在这里尽量。灯火集会，那我们地表就不去喽，就在地底，因为我们还要挖钻。那去峡谷找啊，刚那边峡谷。对啊，回去那边。这个洞窟还蛮大的，还没探完。是找不到蜘蛛啊，我去找蜘蛛啊。哦，好，我是来挖熔炉的。欸，前面有好多僵尸哦！哇哇哇，很多僵尸吗？两只哎，峡谷这里。我拿着水来了，好，你可以回来哦，小雨。我来了，我来了，我是不是死过了，我就可以无所畏惧啊？其实也是啊，对啊，啊，现在小雨无所畏惧了，我们不用 care 他的生命了。我来了。为什么啊？忘记了？因为他是没有死过的话，会多四十分啊。对，死过了，死过一次跟死十次是没差的啊。对啊，对，重点是第一条命要很爱惜。当你突破了限制，突破了自我，接下来就无所畏惧了。真的。可是第一命那个是四十分哦，很多的哦，四十分哦，小雨。太跑太快了吧？我有前面很认真的活下来啊，可是没办法。四十分，那他看你还是看我？看我吗？找你耶。真的吗？好了，我小心哦。补好了，先把它挖进来吧。哇塞，绿队太强了吧！嗯，哇，我们现在最目前最弱势。他被冲走了，他被冲走了，那边有洞。没关系，我们来。哇，我们得太苛刻了吧？主要是我们的主线不好解啊，这也是一种运气。等你乖一点哈。等，还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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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一下，他被挤走了。我说等一下，我刚刚说等一下。他头，我现在只是要让他们乖一点，哦，就是先把他们装起来。哎，对，等一下，有 bug， 集合摔死人的啊！集合摔死，这样吗？对，然后啊，那等等，还会冲旁边，对，这边二乘二，之后会哈哈笑阵，哎。好了，有我承诺他会修正嘛，对不对？哎，他，你先收水桶好了。好，你们蹲下一下。我一直蹲啊，我一直蹲。没事。OK， 自言。小僵尸恐怕有伤。闪电。小僵尸可以冲得到啊，只是等一下很小心，它一变完之后要那个赶快收水，不然游上来。
只是小羊，你就那就是举着盾跟他打就好了啊。啊你的盾嘞？哦，我盾给你了。啊，你不是有多做？你不会再做一个？我做。所以他已经无所畏惧了，他不 care 他的生命，我们也不用 care 他的生命。我可能就死掉了。好吧，那你还我。对呀、啊。他怎么没变啊？我把那个玩。哇、哦，这小油头，我不屑带了。干嘛这样？哎、欸，我刚死掉，我就去上面打架了。你又没有赢，我很认真啊，没有赢是一回事嘛，我很认真付出了。没有，我们结果论。来，我觉得小僵尸那边用不到，你看，好像就是这样。有这样就有了，那就有。小雨现在要挽救其实很简单啦，就是挖到钻石，其实就是有办法了。我努力嘛，我先打一下城池啊。只要小雨挖到钻石，一切都不计前嫌。嗯，好难哦。近似不是？那还没有其他僵尸？我这里是有在听到，因为我回不去了。超遥远。我看到蜘蛛了，等一下，蜘蛛不错，木船对不对？啊，对对，不会做，不会做。你可以举盾啊，你可以举盾啊。小雨这边两只，所以不怕。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这只快好了，这只快好了。我这里也有蜘蛛哎、欸。我这边两，等一下。他太矮了，还是尝试看看，说不定也许有没有他是算团队的，这我真的不确定啊。一只，你打了一只是不是？嗯。那现在可以试看，你那里应该也没事了吧？要不要过来？还有一只啊，可是我要等小雨那边守啊。有了，我来了。你们再蹲下一次。会。刚刚是繁星在上面，对不对？我都在这边啊。我挖一条捷径到你们那。好。欸、再站起来，再站起来！有看到。打磨之光一百二，探寻太强了。太强。但是有一队黄队到现在一分都没有。哎呀，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哦，我听到有一只受伤的声音。那个隐士啊，你有把床带过来？啊，隐公是吗？有啊，隐公是。我们会补血吗？我没有感觉。我现在血有点少，我怕被他戳到。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欸。你不会扣血？哎、欸，扣一点点血。有补吗？会啦，还是会痛啊。滴滴会回，后来会痛。啊、对，哎、欸，小雨，对，你先给他射一下，然后再举盾。哇，他们二档。好，举盾。哦啊，没有啊，很痛啊！不是，哦、有回你怎么没穿装？你继续，还很慢，很慢。有，再回。你要穿装备啊？我要来。好痛哦！是赚的吗？你要先看是不是赚的。你穿装备的话是赚。小雨，你没装备，小雨，你走开，我先。你去搓一下。欸、小雨来，给你装备，我给你装备。有，上面还有蜘蛛哦，上面还有蜘蛛、哦。对，我就看到它。哎、欸，好来了，我来了，射我！你走，我来，哦，我们可以把这个窟窿给关起来。有感。哦，睡，哦，反正666，想好啦。这游戏真的是，好。船很重要，船。等一下，我把它往前推一点。哦，有回。是。好，去打，只是可以把他困住了。好，那，哎，好可怜的。好，我去打一只。好，再给你，这第几只啊？打不到。打我一下。好，谢谢。这只是第二只。第二只，好。小雨，你声音铁不够是不是？对啊，我没有铁。光要讲啊，要跟老师讲啊！老师，我缺铁，我要铁。没有，你死了没差。好。没有。可是要有命名牌，不然他不见不是吗？还是啊，他有名字吗？他有名字啊。他是有名字啊，但会不会不见？反正我们已经补过了。那个熔炉放出来，熔炉放出来。上面好多铁。怎么了？没有，苦力怕摔死，不好意思。吓到！
我也吓到。等一下，什么？身上有个羊角哎、欸。他是不是被挡住了？他射不透。OK。有些垃圾是可以丢到那个中介箱里。那这样就可以自动帮忙清除。苦力怕。哇、哦，好多苦力怕！我的天，等一下。很多吗？什么什么什么？我要看才一只，转个头要三只。哦天。反正小雨这边的铁。哎、欸，繁星，繁星，你还没死过啊！你要穿装啊！他装在我身上。我衣服，衣服，繁星衣服。来来来，这里。繁星酷酷。啊，那给你，给你，给你酷酷。就只差鞋、啊、那个酷酷，哎、不，我都有。就只差酷酷，我那只脚脚，好不好？这是铁，还有你自己照料。可以可以，我等下自己做。哎、欸，不被。繁星还没去过嘛？繁星要不要去？好好去啊！交给你了，两分钟内不被燃烧。想办法不被燃烧，那边可能中间很多烧烧烧。燃烧棒棒啦！哦、燃烧棒棒！哎、欸，这边有僵尸，哎、欸，有有，我看到我看到。他最后、哎、他最后，我举我举我举。等一下等一下，没事没事。你有办法把他推进去吗？可以啊可以啊。喂、哎，他跑好快啊！别、哎、哦，他他他他。等一下、啊，哎、欸，他进了，他进了，他进了。哦，好好，没事啊。开开，我会推的。啊，繁星，加油！加油，繁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不成功，不回来，哦欸、这里又一个影宫。是我判定的啊，时间内不能被烧到。对对对对对，哦、快被烧死了。你回来了是不是？快了。加油加油，还可以继续努力。蜘蛛没有。这里高度二十。哇，来蜘蛛！六六六！哇，心跳。目前我们三战出去，拿了两胜。耶、yeah, ！你们做的好棒！耶！耶！你只要挖到那个钻石，一切都好说啊！嗯、我要先打城市啊！而且小雨，你挖钻石之前要先讲，就是你看到钻石矿要先讲，我们可以买那个幸运。好好好，没问题。对对对，就有可能一次多个。好，应该不用复工了吧？对，现在就是蜘蛛，还是反正我们回去那个洞啊？可以啊。可是那蜘蛛应该也消了，就叫小雨不要离开这一区就好了，我们就可以补血了。好，可以可以。我也忘了在哪兒，还是就在这一区算了。你就把火把打掉啊，我们直接在这边升过来啊、嗯。好好好好好啊！又来了又来哦，他们现在还有附魔装哦。对，附魔装。我觉得很没关系、喔，我们就努力。好的，那我往下挖一下。